大家好，我是中国 boy 的爷爷，我是中国、哎、这小屁孩子，哎、我要把他扔进去。哎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今天的话，那今天让我介绍一下，让我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来玩鸡老大乱斗的联机模式，是在线联机模式。我卖了十几个屁眼才从那个官方那个地方要到这个 beta 联机测试的激活码。所以说的话呢，再见。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啊！这个我们现在我所在的是一个公共的服务器，所以说啊，可能随时会有其他的玩家加进来啊，我们要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一 v 一，我是这个紫色的小那个 boy 啊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只想对你说一句。你卖屁眼不跟我说，你干嘛？你不要打架！你给我下去！下去！我已经2-1了，我马上就要赢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是你最后的时刻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你最后的时刻。你来抓我呀！你是智障吗？你来抓我呀！这一拳来，小鸡啄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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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啊，还有十几天，还有十几天啊，还有十几天，你准备好了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不要拔我头发！我这个手法很娴熟的，你我哎，我都小鸡啄米，小鸡啄米，小鸡啄！哎呀，我靠，我脑震荡！你干什么？你躺下！等！哎呦！哎！跳不下来啊！啊擦！没死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手卡在里面了。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我手卡在我。你作弊啊！你作弊！我手卡在里面了，真的！我靠！让我上去！你上来了！你逗我呢？你能把我拔下来？我叫你爷爷。我叫你爷爷。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。孙子，我醒不过来了。我啊，我靠！快叫呀！快叫呀！乐！哎，你让我测试一下按键吧。让我测试一下按键。这我都没测试按键，你测试按键？哎，小鸡啄米，小鸡啄米，小鸡，小鸡，你智障吗？你智障吗？你智障？我，耶！现在试试啊！我不怕嘛，就算我这一局我输了也是平局，我跟你说。这是擂台赛，我就站在这个地方来单挑呀。好的。小鸡啄米，小鸡啄米。妈的！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过来！揍死你！我有过来，过来呀！我咋？这飞天腿，这根本就不飞天大屁眼。大屁股碾压！哎呦，怎么弹起来了？我靠！哎呦我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没死哎！你看到我的尸体了吗？我尸体怎么不回来了啊？你回来了，但是你死了。没事儿，平局嘛，平局嘛，平局嘛。你怎么这么智障？我就想问。拼局而已嘛，你怎么这么智障？嘿，我跟你说，在车上是我的地盘，你知道吗？我玩过那个什么叫做卡车跑酷的游戏，牛逼的很。啊，好吗？是吧？对。
你干哎哎你干什么？你哎哎哎哎，你牛逼就是同归于尽啊！哎，怎么还没哎哎？怎么发生什么了？情况发生什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哎呦！哎呦我去！你快快快快，不要放手！你放不要放手，快抱紧我！哎呀哎呀，我靠！我好像放错手了。这样同归于尽对谁都没好处，好吗？没事，还是平局。同归于尽对谁都还是平局。你过去吧，我不过来了。那边有个广告牌的，我跟你说。哈哈哈哈！哦哦哎！你是弱智吗？说什么你都信。妈的！这个智商没谁了。哎，来抓我呀！来抓我！哎，来抓我呀！来抓我呀！哎你这智商真的没谁了，这个地图不好，那再来呗，垃圾地图。那我为什么没有掉下去呢？啊？因为你没跳呀。我跳了的呀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得意，今天我就用实力告诉你，什么叫老雄鸡。我今天什么叫鸡王，实力告诉你什么叫做比利王。格斗，格摔跤，摔跤迷幻脚法，我永远在你背后。哎，你死了吧？哎，我没死。抓住你的小鸡鸡，过来！不过去，我不过去。哎，我撞死你！我撞死你！你给我撞！你给我呀！下去！不下去！不下去！不。不不不，听话听话听话 no, 听话听话听话，你怎么还没晕过去啊？你在逗我吗 ？No, 你怎么还没晕 ？No, 快点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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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要上来！你我要上来！你不要上来！你不要上来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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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怎么还没死啊？不要！我要上位！哎呀！好，妈的智障！笑死我了！我跟你说啊，我领先了，我就能耍阴招了。我领先了，我就能耍阴招了。来，一起下来。没有事儿。没有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机智的要死 啊！你那几招算什么？你那几招算什么？是吗？你是吗？是吗？平局呀、啊，还是平局、啊，2-2平。嘿嘿，看我后面两盘反超！哈哈，为什么变成 player 五了？嗯。友好一点，哎呀，咋我友好一点？我操，我的力量好大！我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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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旋转脚法，踢爆爆踢爆咚巴拉拱爆劈发爆好！哎，我又起来了！哈！我操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旋转脚法，我拿凶器旋转。我抡死你、啊！你别跑，我抡死你！我吓死我，吓死我了！我刚这个弟弟，我抡！哎，你抡什么？拿着个棒棒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我抡死你！我抡！哎哎哎！我没事，你下去！我没事！哎呦我！你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平局呀、啊，对吧？咱们要用这种智慧的方式战胜对手，而不是你。我撞死我！哎哎，乱戳手柄大法，乱戳！好了。注定这一局是平局了，不一定。我跟你说，我
做什么叫做牛逼？还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你要跳舞是吗？一言不合就跳舞是吗？哎啊，舞哎，你要干嘛呀？哎哎，下去！哎下！哎呦我靠！我靠！你放开我！我不要一起死啦！得跳上去啊！我不跳上去啊！你一起死没有好处的呀！啊！哎哎，我还没死！哎！哎我靠，这也行啊！这什么鬼啊！上天眷顾了我，你还来一局吗？完了，完了，这一局，这一局我如果输了，就被你赢了，我一定要至少要保。我已经赢了呀，现在3-2。没有啊，还有一局呢，这一局不管还有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再见，再见，我不玩了。哎，不理你了，再见。哎，你们不玩、哎、我什么鬼？你要来这样保持平局吗？这条命我要珍惜了。我有条、哎、你抓不到我，谁要抓你了？咱们来跳那个广告牌吧，怎么样？咱们来跳那个广告牌。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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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逼啊！好呀。我是左边这辆车，你是右边这辆车。你看到广告牌到底牌在哪儿了吗？我都没有看到广告牌在哪儿。我记得这个地图有的呀。对呀、啊，马上就出现了，马上就要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怎么在我这边呀、啊？你不许过来，你不许过来，你不许过来，我。你别笑，你别笑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哼，我看到没有？我有的是毅力，我跟你。你还要来玩吗？垃圾游戏，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啊！送你下，哎哎哎哎，你他妈不是不玩了吗？别瞪我呀，别踩我脸上呀！哎哎哎哎哎哎，快点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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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一起下地狱吧！妈的，妈的智障！你这个人真没意思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。看我的。算我赢，等会等你死了再结束。哎，爆！等你死了再结束。爆！不行，我的右手已经抓住了你的命根子。不，我不管，我揪住了你的奶子，我也不管。哎呀，你放开了！喂、哎，这是一招脚法，你不懂、哎。晕了吧？我靠！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被那脚气臭死了，妈那个！哎哎哎哎哎！哇！哎，下 ，What the fuck？你真的，嘿嘿嘿，你死了，莫名其妙。我死了。好吧，那么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了啊。这个钢笔死的应该还有一期，下一期的话呢，应该在逆风笑那个地方啊，欢迎大家去看我怎么虐他的，好吧？那么一雪前耻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